各位，我跟我爹知道闯了祸，害大家收不到包银，这个责任我一定会负的。今天我们一定要拿到钱，是，不管你们是借还是赊，总之我们大伙今天一定要拿到钱。对，对吧？一定要拿到钱，不拿钱怎么办？就是，各位，各位，二掌柜，那天那个姜炳辉姜老板，有多么蛮不讲理，你们都看在眼里。今天辉映和他爹根本拿不出钱来。 你们能不能体谅一下，不要再逼他们父女了。二掌柜，你是杨辉英的男朋友，那天你可以替他受羞辱，今天是不是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？总之一句话，拿不到钱，我们是不会走的。对，拿钱，拿不到钱，我们不会走的。对，快点拿钱呐！快点，我们也走不了。是啊，就是。班主。 这是二十两，你拿去吧。这，这可是太好了。现在有钱了，来来来，大家都跟我回去，我马上回西班发份子给大家。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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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这么晚呢？我还以为你明天才回来呢。小四，嗯，你先去休息吧，我和明姐来收店就好了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收拾还顺利吧？怎么了？有事吗？ 明姐，你还有钱吗？能不能借我？你要借钱？我有急事儿。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 你先跟老板娘散个伙，就说钱村那个水根子账款暂时接不回来，这样一来呢，大概可以拖两三个月。我们再用这段时间来想办法，好吧？哎，张炳辉，今天真的来提亲了？那还假得了吗？人家特意交代我们两个，要多美言几句，告诉你，等到事成之后有好处。<笑>真的？来来，哎，那我们又可以给静怡攒钱了。<笑>你就喜欢攒钱。<笑>大掌柜。 大掌柜，老爷，奶妈，哎，大清早的叫魂呢你。大掌柜，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，特意来跟你汇报。是是是。什么事儿？
板娘，宝龙茶庄的江老板带着大少爷来看您了。江老板，你们请坐。啊，老板娘请。娘，江伯父好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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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怎么程大小姐是又乖巧又懂事，而且长得越加俊俏了。好好好。江老板今天来有何贵干呢？哎，当然是为了我们海生还有贵千金的婚事了。哎呀。就只有这么个女儿。对，所以说我们成家必须要有个条件。条件？那当然了。哎，咱们程大小姐金枝玉叶，当然要有条件了。您呐，尽管开条件，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啊。是啊，老板娘您尽量开，您开100个1000个，江老板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不用这么多，只有一个。伯母您说吧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到。做我们程家的女婿必须入赘，生的孩子必须姓程。伯母，我答应你的条件，同意入赘程家。混账！咱们江家就你这么一个独根独苗，你入赘，我怎么跟列祖列宗交代？我怎么做人？入赘？哎呀，不可能！跟我走。
老板娘，您别跟江敏辉一般见识，我看这事儿就挺好的，要不我再去跑个腿儿，再给说和说和。这件事就当是过去了，以后不准有人再提了。啊，不提不提，我们百万是怕您因为这事儿气坏了，伤身子。我气什么呢？啊，哎，不气不气。这王荣华出去收账了，收了好几天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昨天就回来了。啊，他回来了？这账怎么没上交呢？我说百万呢？哎，我现在让荣华去管账，你对我这个安排是不是一直不满意呀？不是啦，我们百万是担心荣华出远门还没回来。哎，老板娘，您不知道吧？宝龙茶庄的伙计吴亚祖，出远门去收账，结果在回城的路上遇上山匪了，连命都丢了。方叔，方婶。哎呦，回来了。啊，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老板娘禀报账款的事儿。去吧。哎，小四的话有没有准啊？哼，待会儿等着瞧呗。一木回来了啊！哎，刚好荣华，把这一盆快点搬到太阳底下，让他们晒一晒。哦。一木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上这儿来排遣。宝龙父子今天来提亲了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偏偏我们家雪儿……好了，不谈这些不开心的事了。怎么样，账款都收回来了吗？都收回来了。这一路上还顺利吧？啊，顺利。可是，请义母见谅，因为出了点状况，实在太紧急了，我事先没有和义母商量，就擅自动用了一部分账款。想了一整晚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所以请义母处罚我。到底什么事啊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是，义母。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瞒着您。戏班的那个杨辉英，其实就是我的女朋友。那天从舞台上摔下台的武生，是辉英他爹。宝龙茶庄的江老板看上辉英，辉英不肯就范，于是江老板就不付那几天戏班的包银，辉英他们父女俩扛下了这笔账。辉英他爹现在还卧病在床，连请郎中的钱都没有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动用了那笔款子，借给了他们家应急。原来后面还有这么多的事。
但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应该回来先跟我商量，而不是先斩后奏。义母说的是，荣华知道错了。你固然是错了，但是你没让我失望。我相信，若不是有十万火急的事，你肯定不会这么做的。这样吧，你把剩余的款先缴上，其他的呢，就算是你跟账上欠着，每个月由你的薪水中扣去，我会通知账房，利息照算的。谢谢义母。幸好有这件事情发生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我们家荣华已经有了心上人了。公归公，私归私，这丑媳妇也应该见公婆了吧？是义母。那天要不是你来解围，我跟我爹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哦，对了，荣华，你挪用公款的事，你义母没有责怪你吧？没事了，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和义母说清楚了，义母她并没有责怪我。你现在要担心的不是我，你应该好好照顾好你爹。谢谢你，荣华。傻孩子，我们俩之间还用说谢谢吗？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！哎呀，狐狸精，不要脸！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，放手！有话好好说。太过分了吧？怎么能这样打人呢？怎么了？还勾引我男人？以为躲在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没你好日子过。那你家男人呢？你家男人哪儿去了？关他什么事？还有，你凭什么管呢？动手给我打呀！哎呀，有话好好说嘛！有话好好说啊！一人能唱独板腔，一个巴掌怎么拍得响啊？你管好自己的老公，跑来找他出去，太说不过去了吧？这是我们家自己的家务事，你凭什么管呢？路不平众人踩，事不平大家管。你仗着人多势众，我们当然要管了。他勾引我老公，我找他算账，怎么了？不对呀！你老公是三岁小孩啊？是我拿颗糖就能骗得了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老公明明就是被你这个河东狮给活活吓跑的，他才出来找别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对他又是吵又是骂，就像今天对我这样。哎，大家看看，都看看啊，到底谁没理？是谁在无理取闹？是谁在这儿泼妇骂街？哎，好了，各位，别闹了，大家别闹了，有话好好说。如果你们这样再继续闹下去的话，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严重。行，既然有人给你撑腰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离开我家男人呢，我迟早打死你。哼，走，走，男人不要你了，他再也回不去了。你不要脸！走吧，别看了，走。看什么看啊？常说人怕放荡，铁怕烙炉，你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呢？要是能当神仙，谁愿意做畜生啊？我十岁就被卖掉，除了靠男人，我什么本事也没有。好不容易有男人愿意收我做小，我哪还敢挑啊？总好过回来一趟陪其他男人，好不是吗？这种日子，我简直是过怕了。
我不想回去，我真的是不想回去。可是破坏人家家庭就是你的不对，千靠万靠不如自靠，你有手有脚的怕什么呀？是啊，只有上不去的天，哪有过不去的坎儿？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。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外国人就是在这里成亲的。新娘挎着父亲的手臂走进教堂，在亲朋的祝福下来到十字架前，新郎在那里等候，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新郎的手里，在神父的见证下，新郎为新娘戴上了戒指，然后他们相拥而吻。幸福，只可惜这样的幸福不属于我们两个人。雪儿，总有一天，我要为我心爱的人雪儿戴上一枚真正的戒指。谢谢。嗯，好。哦，一母，那是咱们茶庄自制的九花毛峰，当年连老佛爷都夸他好呢。你在说什么呢你？啊？我是在夸杨小姐好。哦，老板娘，您过奖了。大方得体，长得又标致，难怪呢。荣华，你对杨小姐一往情深。老板娘，晚辈今天来也是来向您道谢的，感谢您对荣华的谅解，
多亏了那笔钱，我跟我爹才能渡过难关。这事儿啊，不用再说了。荣华他本来就是一个善良忠厚的好孩子，宁愿自己饿，也不忍心看到有人在他面前饿死。所以说呢，你跟我们荣华在一起，以后你真的是享福了。站住！昨晚回来那么晚，到哪儿去了？我去寻死了，在阎王殿转了一圈，阎王不要我，我又回来了。你在威胁我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外头世风日下，乱得很。今天以后，别给我到处乱跑。娘担心我这傻女儿哪天被某个江洋大盗拐走，懂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回房了。等等，你没看见家里头有客人在吗？不打声招呼。大小姐你好，我叫杨辉英。你好，我叫程雪。嗯，娘，你别说啊，这荣华还真有眼光呢。你看那杨姑娘长得多好啊。是啊，懂事又孝顺。如果我能有这样的媳妇，就等于多了一个女儿。荣华，快说，你什么时候才请我喝喜酒啊？哪能那么快啊，一定要等大小姐成亲了以后才会考虑我和婚姻的事儿。老板娘，大小姐说今天没胃口，不吃早饭了。哦，啊啊，哎，这边请啊。老板娘，你刚才这脉象是阳盛实热，气郁心脉，气血不足啊。这都是老毛病了，不碍事的。老板娘，你千万不可大意，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不能受刺激，要保持心平气和。哦，我来开一帖药性温和的方子，老板娘你得按时服药，
慢慢的调理才是啊。嗯，王大夫，雪儿最近胃口不是很好，劳烦您去看看她。大夫，我女儿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吴大爱，吴大爱，待会儿我给她开副药，给她调理一下就行了。王大夫，我知道有事情，请你如实的告诉我。大小姐，她有喜了。确定吗？你跟我们程家是世交。雪儿也是你看着长大的。老板娘，您尽管放心，我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不要脸！你竟然背着我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我们程家列祖列宗的颜面全都让你给丢光了。娘，娘，你原谅我，我对不起你。娘，娘，娘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娘，真的，我和江海生真心相爱，他答应过我，他一定会娶我的。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竟敢背着我做出这么丢脸的事，现在还祈求我让我原谅你，让我成全你和江海生。娘，你为什么这么看不上江海生呢？他是一心一意爱我的。不要再讲了。我问你，这件事情那个姓江的他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想让我们程家在人家面前抬起头来，不想让我们再被别人戳脊梁骨的话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娘，我求求你了，娘，好好的在屋里待着，哪儿都不准给我去。娘，一木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就是，就是有点累了。荣华，你陪我出去办件事吧。在这等我一下，我自己进去。啊，一母，老板娘。啊。老板娘，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？程雪，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要说痛，我比谁都痛；要说心疼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我这个做娘的还要心疼。可长痛不如短痛，与其现在
让他受这么一点痛，总比日后他会痛一辈子强得多。啊，姨母。哦，不送了。慢点，姨母。姨母，您抓药何必亲自跑一趟，让我来不就行了吗？上车。哦，我们走。把这个喝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对你好的，喝吧，来。好苦啊！我已经加过糖了。娘来喂你。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娘，我记得小时候，娘也是这样一口一口地喂我。我知道娘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，都是女儿不好，做了糊涂事惹您生气了。娘，你一定要原谅我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种事在天方和程家没有第二种选择。娘，娘。哎，来喝。你知道吗，我们程家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娘真的是希望你的未来是幸福的。虽然眼下吃这么一点苦，你不要埋怨娘。嗯，人生没有后悔药吃，那时候的苦，那才是一辈子的苦，知道吗？娘，我和海生。我们今天不提这个事。娘希望你永远记住刚才你自己说的话。嗯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要记住娘都是为你好的。嗯，娘去睡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嗯。